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啊《佛说阿弥陀经》。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如何得到呢这个安乐。我们先来看呢这个经文哈，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佛就问呢，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呢？那佛就说，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没有任何的苦难苦恼，只有快乐，所以才叫做极乐世界。其实从这一段话，佛呢就是这么简单讲出我们一切众生呢所追求的东西。现在的人呢，你看他每天呢忙忙碌碌一辈子其实呢都未必知道呢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但是呢，佛一句话呢就说清楚了，就是要呢离苦得乐。就是要离开苦难，得到永恒的安乐。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呢？比如说，今天你们来到道场要做什么呢？有没有人说，师父哦，今天来道场呢是来找痛苦的？那肯定没有嘛！大家来到道场呢，就是为了得到安乐。你今天呢，不要讲学佛的人，其实没有学佛的人也是一样啊。你想想看，为什么世间人呢要拼命的赚钱，就是为了离苦得乐？甚至呢，我们讲监牢的人要犯罪也好，他也是为了离苦得乐嘛。他就是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快乐呢，才去犯法的。甚至呢，其他的众生，我们讲动物，为了生存、竞争，也是为了离苦得乐。所以讲到离苦得乐呢，其实是我们一切众生生命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我们现在生活的一切，家庭事业政治科技医药教育，种种的，都是为了离苦得乐而努力的。所以呢，离苦得乐可以说是一切众生共同的目标。今天如果说呢讲其他的东西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共同点了。像有些人觉得说生命就是为了工作事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他工作呢是被逼的。如果可以他宁可不要工作的。那讲家庭，或许有些人呢喜欢家庭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呢也是喜欢单身的。讲到佛法，像有些人呢学佛呢是为了开悟，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又觉得说开悟很遥远哦，能过好生活呢就算了，开什么悟的？想要了生死但是有些人呢还是听不懂，还认为说生生世世不是正常的吗？本来就是有生有死嘛，那还了什么生死的？我们看，就是没有一个名词它可以让所有人赞同的，就除了《阿弥陀经》这一段所讲的"离苦得乐"四个字，这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都点头满意的。确实，人人呢都是为了离苦得乐而生，没有人呢愿意呢为痛苦而活的，是吧，各位？你会为了痛苦而活吗？当然不会呀，大家都是为了离苦得乐的。不管今天学不学佛呢，也是一样。像世间人呢，要成立呢家庭，要快乐。那我们学佛，甚至出家呢，也是为了得到快乐嘛。要不然你干嘛出家呢？所以虽然做的事情呢不一样，但是大家呢都是为了离苦得乐的目标。要不然呢，根本是没有那个动力呢去做事的。所以各位讲到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佛念佛呢？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安乐。人家以后呢问我们我们就是这么答，他会听得懂的，也是会赞成的。如果今天我们讲其他的学佛呢是为了什么善恶因果开悟开智慧这些人一般人呢可能都听不懂。你直接跟他说，我学佛呢就是为了得到安乐，为了离开苦难。这个一听呢就明白了，他们也不会反对的，因为离苦得乐是一切人呢都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呢觉得说学佛很消极，但是各位，我们学佛是为了得到安心安乐，难道这是消极的吗？难道今天你要看到我掉眼泪你才高兴你追求快乐，我学佛也是追求快乐嘛，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呢是不同的方法呢造就不一样的结果而已。好，比如说呢，曾经有一个人卖这个梳子就做这个梳子生意的，但是呢他出去卖了很久呢，也是卖不出去一个都卖不了。他很积极的努力，从早卖到晚但是就是没有生意。后来去调查原因，一看呢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每天跑到寺院把梳子卖给出家人。各位你卖梳子给出家人行吗？当然不行啊！出家人呢没有头发，你用梳子来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故事是说明，当我们方法错的时候其实再努力呢也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甚至有时候呢会想到说，哎呀，怎么我这么努力去做呢，还是得不到快乐？你这个时候就要想是不是我们方法呢错了？像有些人说，我只要有钱我就幸福了，我就快乐了。
但是各位，你有钱就一定是幸福的吗？像之前哈，听说呢有位大明星，哇，就是有一位呢天后级的大明星。本来看起来呢夫妻两位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先生啊被人家偷拍到啊，就跟另外一个女生啊，就俗称啊小三的出轨。那各位，就这样有钱呐，大明星哦，所以这样子幸不幸福呢？不幸福。再来，就算呐两夫妻呢相爱到底啊，但是就保证说一定是幸福了吗？这也是呢另外一位呢明星的故事。哎，这位明星呢跟他的太太啊是非常相爱的。那结婚5年后啊，他太太怀孕10个月的孩子，结果一生下来啊，没有想到呢孩子就没有了呼吸。那这位明星啊，两夫妇啊还没有来得及呢抱自己刚出生的小孩，小孩就死了。所以各位你看。有钱，夫妻恩爱，但是小孩子夭折，请问这个叫做幸福吗？又不幸福。听说呢，这位明星太太啊，前后呢大概花了7年的时间啊，才走出来呢这个孩子夭折的伤痛，这明显呢是不幸福的。那我们再推，现在呢有钱有家庭，孩子呢也健康长大，事业顺利的，各位你这样子又幸福了吗？各位幸不幸福？给你要不要？不敢答啦。哇，大家知道说净本法师很厉害骗人的啊，确实各位，世间呢是没有100%幸福的，因为世间的幸福呢都是会夹杂灾难的。我们看幸福的福哈，跟这个呢祸害的祸啊，这两个字呢就是很像，是不是？哎，就是说祸害啊是跟着福报的。那有些人就说啊，师父，这样圆满的家庭也是有问题吗？各位，你看哈，在新加坡。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的家族现在怎么样了？你看他下一代的孩子也是总理哦，但是兄弟姐妹吵架吵到上法庭，全新加坡最厉害的家族就是开国国父总理的家庭了。他父亲是国父啊，孩子也是总理啊，啊，其他孩子也是很有学问呐，就怎么样呢？人算还不如天算，亲人呢还是吵到呢不可开交。如果国父啊李老先生还在的话呢，请问他会高兴吗？他会不会说：“哎呀，我很幸福啊，我培养出来的孩子啊，可以吵架吵到不见面，上法庭，好幸福啊！”会不会这样？当然不会的嘛，所以还是不幸福。所以各位，我们看世间人一直追求的幸福啊，但是好像呢越追越不幸福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抱怨说：“为什么我没有赚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呢我的孩子呢没有很顺利？”那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到时什么都有的时候，跟着来的问题呢，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哎，所有东西呢都很好，结果呢，夫妻出轨，孩子叛逆，争财产，互相伤害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啊，会不会抱怨说拍尿不如无呢？哎，这是福建话，福建话所讲的，有坏事啊，不如说呢没有事。到头来啊，我们会不会发现说呢，原来平静的生活呢才是呢比较好的？那有人说，师父啊，有没有那种啊又富贵啊又美满的？哎呀，各位啊，你这种呢就不用打妄想了。这种圆满的事情啊，就除了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以外呢，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浊恶世，是有缺点的，所以才叫娑婆世界嘛。娑婆世界啊，就是一个苦的世界。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跟你说，给你算一个什么命，帮你看一下就没事的，那你这个就要小心了。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多数呢都是骗子来的，因为呢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们这个世界啊，可以看到圆满的事情呢，大概只有童话故事里面呢才有了。但是各位，童话故事是怎么样的？上次我在飞机场哈，听到呢播放的一首歌，叫做呢《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哈，是啊，童话真的是骗人呐。你看，像这个一般的童话故事里面呢，常常看到的，里面就讲到说，这个王子啊跟公主啊 kiss 一下，哇，事情呢就圆满大结局了。但是各位，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你这个就想得美啦。如果有一天呢、啊，你老公跟小三跑掉啊，你看看是不是亲一下就没事啦？有位佛友哈、啊、就分享他的经历，他从小呢就看过很多的童话故事，很羡慕，以为呢这个就是最好的人生，就想以童话故事呢作为他生活的指导。他说他在童年的时候啊，就爱上隔壁呢一个呢叫做小翠的小女孩，甚至那个时候呢跟这位小翠啊已经定下了终身约定。哇，我这一生啊，非你莫娶，你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独一无二的。哇，你看现在的小孩子啊，就是看电视乱听歌听太多了，当然看到他们就笑啦。哎呀，你真搞笑。但是这个孩子啊，当时啊心里很笃定的说：“哎呀，你们这些大人呢，就是不懂我的心，我对小翠啊是真心的，你们都不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小孩子人生过了10多年、20年，当初以为啊只有小翠的，结果过后呢遇到小花、小美、小丽。
啊，每一次都认为是真的，但是每一次呢，好像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曾经在美国呢，有一对呢明星结婚，哦，在拉斯维加斯啊，Las Vegas 啊举办婚礼。由于是明星嘛，当然曝光率呢就很高。哦，那记者就访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次结婚了呢？他们两夫妇呢，当时很肯定的说，他们这一次啊是遇到真的对象了，感到对方呢是生命当中的伴侣。他们当时啊就这样子坚定不移啊，对着所有记者讲的。结果没有想到，才结婚啊第十天呢就离婚了，十天的结婚呐，成为历史上啊结婚最短之一。记者事后呢就访问呐，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说是真爱吗？就那明星说，当时呢一定是昏头了，这个是我人生当中啊最糟糕的日子。各位啊，从最爱啊变成最糟糕啊，哎，那这个讲什么话呢？所以这个世界啊是没有圆满的童话的，只有残缺的事实而已。但是各位，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业力无常的世界。佛告诉我们啊，人生是苦呢，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往往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的佛法呢就很消极。其实啊，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人生是苦了以后啊，我们才会开始感到有一点点的快乐的。就好像说，现在我们知道啊，前面呢有一个呢火堆啊，它烧得很大，请问我们还会直接走过去吗？不会的啦，我们会选择呢从旁边啊绕过去，这样就不会被火呢烧到。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认识清楚啊人生是苦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才懂得避开，不会让这些苦呢缠上我们呢太多。像曾经呢，有位妈妈呢到了寺院呢来找法师，因为这位妈妈感到很痛苦。什么痛苦呢？这位妈妈是说啊，她孩子呢这一次考试啊只考到70分，所以呢就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听到这里呢，或许很难理解啊，因为一般人可能觉得说70分就已经很不错了，有必要到了痛苦那种地步吗？但是这位妈妈呢就是这样，因为本来以为说呢孩子应该考呢99分、100分的，现在竟然只有70分，所以内心呢感到呢无比的痛苦，甚至呢到了无法睡觉、无法吃饭的那种地步，就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啊只考70分的事情，旁边的人呢怎么劝他都没有用。那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妈妈，带着呢孩子呢来家里做客。刚才讲的那位哦，考到70分的孩子啊，他就倒了一杯水啊给这位客人的阿姨喝。啊，没有想到啊，这位客人的阿姨啊，竟然哭了起来。为什么？因为就说了，他现在的孩子呢，其实呢是弱智的。他把呢这位弱智的孩子呢养到这么大，但是这个孩子呢从来没有一次呢可以给他倒水喝。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啊能够这么健全呢，就是一时的感触流眼泪。但是怎么感触也好啊，都不如那位痛苦啊自己的孩子只考70分的妈妈呢感到更加的震撼。因为就想啦，我痛苦啊，是因为呢，我孩子没有办法考到100分，但是人家的妈妈呢，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呢就行。这一下子啊，这位妈妈呢，从考70分的痛苦走了出来了。所以说，如果痛苦啊，是来自自己错误的观念啊，那当然快乐呢，也可以来自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呢，一定要靠外面的东西的，是吧？各位，你啊，你还孩子考100分，难道每次都能够100分吗？我想呢，全世界的天才呢，都还不一定啊，每一次都能够做得到的。连爱因斯坦呐，听说呢，曾经在大学的都不及格过啊。那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永远痛苦下去啦？还是呢，直接接受当下呢，自己的因缘呢更好？哎，可以换一个观念呐，你考70分呐，至少比0分好嘛。哎，真的考0分也好，但是只要呢四肢健全呢就好啦。那万一呢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生，但是想到说我们能够被阿弥陀佛能救度，可以脱离轮回啊，到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世间的缘分呢，不管怎么样呢，其实都还好，反正呢是最后一次了。我们以后呢要到最美好的极乐世界了。如果说呢，我们是这样子的观念呢来走我们这一生啊，不是会感到更安乐一些吗？像有时候呢，我看到一些呢念佛的父母啊，对孩子呢，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观念。他们认为说，我的孩子呢平平凡凡呢都无所谓，只要他们有念佛啊，不要造成呢社会的负担呢就行了。甚至他们走出家路呢也接受。那这样子，自己的人生路呢也会走得很轻松，甚至孩子呢也会跟父母呢都很亲，因为没有压力，性格呢会特别的阳光。如果说今天呢对孩子呢是过多的要求啊，要求的都是100分呐，名牌大学啊，薪水呢要100万呐，生几个乖孙子啊，这样啊孩子恐怕迟早被压力压垮的。
他在外面已经很有压力了，回到家里也有压力。如果万一呢遇到不好的缘，很多的诱惑，那这个孩子呢肯定就倒掉了。什么吸毒啊、赌博啊、酗酒，可能样样都来了。到时候怪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其实都是自己自找麻烦而已。像有一位呢，大概呢50岁的大人啊，就分享自己成长的过程。他说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呢，身体发育的比较慢，所以在中学的时候呢，自己呢还是像小学生的这个身体啊，就是瘦瘦矮矮的。那身旁的同学呢都高高大大了，只有自己很矮小，就觉得说很自卑很难过。他每次出门啊，都要在这些鞋子呢塞东西给垫高，让自己呢可以看起来呢长得比较高一点。但是这样子呢脚很不舒服啊，所以每次呢脚呢都脱皮，但是为了面子呢还是拼到底了。其实这样子垫高呢还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嘛，所以呢他还是一样的痛苦。哎呀，我怎么长得这么矮，我怎么呢这样，甚至呢想死的心呢都有了。会看看为了长不高想死啊，他在青少年的那段时间呢都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呢度过。那过后呢出来社会工作了，看到别人有的自己没有呢就很在意。而朋友同事呢谈天的时候，有时候讲到啊，哎，哪个人的孩子呢上了哈佛大学啊，哎，自己的孩子又不会读书啊，又不高兴啊，亲戚朋友呢工作赚到很多钱，自己没有赚到这么多呢又难过。所以直到有一天他走到了一个公园，他看到公园里面呢有大大小小的植物，有大树啊、小草啊、红花啊等等的。就呢有一个路人呢走过来呢就骂那个小草，就骂说，为什么你不努力呢，你看你旁边的大树都长得这么高了，你还是呢小小的小草一个。后来呢看到这个叶子呢又骂，为什么呢你不好好用功呢，你看你隔壁的大红花呢长得多漂亮，你就只是一个单单青色的叶子。各位啊，请问这个事情能这么讲的吗？不行的啊，因为小草啊本来就是小小的，怎么长得呢跟大树一样呢？叶子呢本来也就是青色的，又怎么可能变成了像红色的花朵呢？所以刚才那位啊整天活在呢自己痛苦人生的人看到呢就明白了。他说是啊，世间的事情呢不可能每个都一样，我长得矮矮又怎么样呢？又没有说高高的人呢就一定是幸福的。如果幸福呢是决定在人的高度啊，那只有美国打篮球的人最幸福了，我们这些矮冬瓜呢就完蛋了。但事实是这样子吗？再说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常人呢又如何呢？这个社会啊其实也需要普通人的。如果每个人呢都是可以当这个总统的材料啊，那也完蛋了，社会就不能运作了。啊，因为呢没有人呢可以当呢农夫啊、警察、救火员、老师的，全部要当总统，那还得了？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嘛，社会呢也需要呢平常的工作，这是社会的结构之一。所以这个人呢一想呢就开心多了。他回想起啊从小到大啊他的痛苦啊，其实呢都是把自己的快乐呢建立在别人的嘴巴上面。他上学的时候啊，同学告诉他说呢长个高啊才是好的，所以觉得说自己矮小很痛苦。他上班的时候呢听到同事说驾大车啊赚大钱才是最好的，所以看到自己是普通人呢又自卑。为了符合别人的要求，也可以说为了自己的面子，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快乐就变得很少，多数呢都是在痛苦抱怨当中呢度过。直到现在接受了自己的因缘，嗨，我是一个小草，就不必和大树呢来比较，我是叶子呢就不跟呢红花呢来相比。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因缘呢，他的人生呢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才开始得到呢真正的安乐。这就是佛所讲的这种缘起法，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呢其实没有所谓呢最好的标准，没有说呢有钱就是好，没有赚大钱呢就是衰的。有时候呢家里呢是小康啊还比大有钱人快乐得多。哎，没有说呢皮肤白的就很漂亮啊，皮肤黑的都难看呢就要被淘汰，不是这样子的嘛。因为世间的一切，不管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天才的平凡的，也没有说呢哪个呢是最好，这些都是一时的因缘啊组成在一起的现象而已。你说白白高高的就好，但是白白高高的也是因为呢有这个黑黑矮矮的人来比较嘛。如果今天在黑人的世界啊，不见得说长得白白就好看呐、啊。在黑人看到白人啊，还以为要生病啊，怎么你长得这么白的？所以可以说世间的事情呢就没有好坏，它只是因缘而已。在什么因缘呢就现出什么事情，你看穿了就是这样。那这些因缘一过呢其实就没有了。没有一个人呢一个事情呢可以永远保持不变的。佛说世间因缘法呢，我说即是空啊，一旦过去了那就没有了。但是呢可能有人说，哎，那不行，我一定要保持呢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但是各位你想想看这个可能吗？我们先想想呢一个简单的问题哈，我们想呢今天在这个世界呢什么东西跟我们是最亲的，是钱吗？
是家庭吗？还是手机电话？哈，现在的人啊，手机电话是不离身的，所以有人说手机跟他最亲。其实这些呢都不是，在这个世界啊，跟我们最亲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忘记呢带钱呢带钥匙呢出门，但是从来不会忘记呢带身体出门的，对不对？各位，你出门的时候会忘记带这个身体吗？哈，会的话吓死人了。有人出去啊，带身体呢在家里，所以这个身体啊跟我们呢是最亲，时时刻刻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各位，最亲的身体啊，我们还是带不走嘛。当有一天呢，死亡到了，我们每天呢用来看东西的眼睛呢，就永远关上了；天天呢听那些是非对错的耳朵呢，也从此听不见了；跳了几十年的心脏呢，也不会动了。所以，我们身体呢被火化掉了，是什么都没有剩；没有烧掉的身体呢，还会腐烂生虫。各位啊，跟随我们24个小时、一辈子的身体都这样。更何况身体以外的财产、事业、亲人呢？那就更加带不走了。所以讲到世间的东西呢，都是这样，它都只是一时的因缘而已。如果讲白了，就像演戏一样，我们看这个电视电影哈，里面的演员哭，难道这些是真的伤心吗？不是的啊。电影里面演的病人呐，得到癌症死掉，是真的有生病吗？也不是啊，都是一时啊演戏而已。世间的因缘呢，就好像这样子的演戏。每一件事情啊，到最后都会过去，就好像演戏呢，总是会有演完的一天。你上台啊，总有下台的时候。所以活在世间呢，只是暂时的过渡期而已，它并不是呢这个终点。这样来认识呢，其实呢，我们过得安乐幸福一点。因为不管好事情还是坏事情，都是一时的。如果你都不知道，你把世间的事情呢当真，哇，遇到好的事情啊，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啦，心花怒放；遇到不好的事情呢，觉得自己受了打击、委屈呀、伤心的，这样就难免呢要痛苦啦。人呢，有时候啊，遇到事情会痛苦呢，都是因为这样子太认真了，就是把这个演戏当做是真的。所以你看看戏的时候啊，哭到稀里哗啦，其实都是假的嘛，演戏而已啊。所以有人说，看戏入戏的人是傻瓜，确实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一时的世间因缘，还搞到自己呢爱恨情仇，痛苦万分呢，也是这样子的傻瓜。如果你懂得观察世间的因缘法的真相啊，自然也不会这样子啊，傻傻痛苦的过日子了。但是，虽然道理呢是明白了，佛呢还是要劝我们，无论如何呢，都还是要念佛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道理虽然呢是容易懂，只要看破放下呢就没事了。但是我们凡夫呢，最多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做到最后呢，也只能做到一两分。真正问题来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看不够放不下的啦。你不信是吧？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老板无端端的就炒你的鱿鱼，你看看到时呢，我们会不会乱？所以学佛的人呢会比较冷静，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呢完全可以看得播放得下不起心不动念的那一种啊。难道说哎吵我就吵我，我就马上出家算了，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嘛。尤其呢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根本就抵挡不住，人呢总是会伤心的。像如果说涉及到自己亲人过世的时候，你还是会难过一些的。甚至在学佛的环境，你看从古代呢到现在，还经历了几次的法难。基本上你看现在的印度啊，已经没有像呢以前古印度佛教的盛况了。因为呢，到了后来啊，佛教呢一直不断的被政治跟其他宗教呢打压，最终呢，佛教在印度呢就衰弱了。那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啊，在古代呀，有经历过呢三武一宗就四位王帝对佛教的这个灭法，就王帝呢看到佛教很不爽啊，就给他毁掉，所以基本上就非常的残忍。当时记载啊，这个寺院被毁，佛像被砸，经书被烧，出家人被伤害。那由于呢是王帝下的命令啊，所以影响特别的大。一度呢，被认为说呢，佛教呢会在中国北传呢消失啊。这三老大师一脉的著作呢，其实就在这些呢古代法难当中啊，失传千年的。当然，佛法呢是有诸佛菩萨加持的嘛，所以呢，法难过后呢，也很快的复兴。三老大师的著作呢，也又重新流通回来了。只是说，如果当时呢，我们真的经历啊这种情况的时候，难道我们信心不会受到影响吗？难道还能够完全不如如不动吗？你不要讲大灾难呐、啊，有时候呢，我们嘴巴牙痛啊，生凹色啊，溃疡啊，我们就痛到啊，一整天都不舒服了。那就不用说呢，其他的。这样来说呢，其实轮回的苦难呢，还会继续呢不断。所以佛就劝我们说呢，一定要念佛呢，到阿弥陀佛那个永远没有痛苦，只有安乐的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安乐。像刚才所讲的那些种种不好的事情啊，你在极乐世界通通不会遇到，能够得到啊永恒的安乐。所以去极乐世界呢，其实并不自私，因为佛呢是要我们一切众生呢一起去的。哎，我去，你去，他也去，大家都到极乐世界呢离苦得乐。所以这哪里是自私呢？反而这样子呢是无私的，这是一种大慈悲的表现。因为一切众生呢都会得到呢大安乐，难道这样子不好吗？
其实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念佛人的生活呢，有了阿弥陀佛的依靠，有着极乐世界的家。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做不到呢像佛一样的自在，但是同时也轻松不少了嘛。因为毕竟呢，已经有一个呢皈依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呢，其实呢就像旅行一样而已。旅行啊，就是在过程当中呢，遇到什么呢，其实都还好，毕竟呢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呢慈悲温暖安乐的阿弥陀佛的家呢，在等着我们呢。那其他的呢，就不大所谓了。那在去极乐世界之前呢，能够多给几个人呢介绍念佛呢，就介绍给几个人。没有缘的，介绍不到给人的，我们先念佛到极乐世界呢也行。反正有了南无阿弥陀佛呢，什么都很好了。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念佛人呢，哎，相比其他人呢，会感到呢更轻松安乐的地方。所以佛就说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呢要学习到的重点。今天是学习到啊，佛在《阿弥陀经》给我们指出，我们学佛念佛追求的目标，那就是离苦得乐。而能够彻底得到圆满的离苦得乐的地方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也是有快乐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世界呢是没有圆满的快乐。在世间的快乐呢，总是少一点，少一块，就是不圆满。是苦跟乐呢夹杂在一起的。确实呢，没有人呢在这个世界呢会永远的安乐。你总是遇到不顺的时候啊，因为像我们在这一两年啊遇到疫情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受。而且就算你有世间的快乐，也只是暂时的，都会过去，都不能永远的保持。虽然是念佛呢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好，毕竟阿弥陀佛那里呢是单纯的安乐，没有一点点的痛苦。而且极乐世界的安乐呢是永恒的。其实呢，这就是呢涅槃的世界。涅槃呢就是常乐我净，就是涅槃的快乐呢是永恒的。既然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是永恒的安乐，那就代表说呢是进入涅槃了。不过讲涅槃呢比较深，一般人还是听不懂，所以佛直接说呢，我们只要知道极乐世界没有痛苦，只有永恒的安乐，我们就是念佛等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去，那就好了。所以最后呢，我把呢哎这段经文呢再读一遍好了。阿弥陀经，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净土寄语：为还回世机如山，别类翻成是海蓝。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城男作女经千遍，带脚披毛利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毁时难。好，那我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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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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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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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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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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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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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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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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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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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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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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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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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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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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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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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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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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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摩阿弥陀佛。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